欢迎小朋友来到我们的欢乐巷子的健身书院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读书的分享活动现在就开始了。那么大家看到廖阿姨手上的两本书，来自森林的熊猫狗狗，看到没有？这两本书，看那熊猫可不可爱？可爱哈，那小朋友都在鼓掌，很想看是吧？ 等等，我们听我们的王阿姨解读了一下，你再去看那个书，其实会更好一些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王阿姨，王永月老师，阿姨也是我们的老师。好，有请有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王老师。好，小朋友们好，我们的家长们、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上午好。 因为我写的那个童话呢，它确实是不像绘本，可能对很多小朋友来说，当然年龄太小，可能读那个书比较困难，所以呢，王阿姨也是非常想要照顾小朋友们的这种读书的兴趣，所以王阿姨就写了这样一套绘本。那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套绘本呢？是因为王老师一直跟大熊猫在一起，刚刚廖老师有给大家讲。 我之前参加过一个读者见面会，好的，好像是因为抱了肚子，生完宝宝之后就跟妈妈在一起。好，咱们这位小同学，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就是这个封面就很神奇，然后想了解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。好，谢谢，大家也都同意吧？都想听听这个书的故事。 竹子开花，它会怎么样啊？竹子开花，它会枯死。死了的花，那这一大片竹林的话，就像我们的新冠一样，它会传染。那竹子开花一大片开花一大片开花，竹子都死了，熊猫吃什么呀？它就没有吃的了，没有吃的就会饿肚子，饿肚子最后就饿死啊。所以，我们除了这个保护大熊猫栖息的森林之外。 我们还要以人工饲养的方式保护这种美丽的、可爱的物种。重新研究了这具标本的牙齿和骨骼后呢，认为它只是在形态上与熊相似，其实它不是，就是它跟熊还是有很多本质的区别的，在结构更近似于小熊猫。你们知不知道小熊猫是什么？ 它是群居动物，大家知道吧？它是一群一群的，对。然后黄喉貂呢，它也是成双成对的出入。所以如果在野外的小的未成年大熊猫，它碰到这些比较凶猛的豺，这是我们熊猫中心做的一个文创产品，一个拼图。有没有小朋友喜欢拼图的？我喜欢。那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吗？ 又出门去了。那大家知不知道熊猫还有一个小名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熊猫滚滚，是吧？熊猫滚滚，它一卷卷成一团，然后就是我们班前滚班后滚班是特别厉害，热烈是吧？因为大家这个问题。 说明大家什么听得特别的认真，是不是？你们是记得获得很多知识，又听了很多故事，又获得了很多知识。那现在我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环节，我想也那小朋友就多好多激动，那个小环节，今天我们又请听了王老师有讲熊猫，也可以到我们基地来，仔细看一看，了解了解。 哪里？这我不知道，那你帮他拿着，我给他啊。